八卦连环剑的起势叫三环套月，由岳鹏夫演练。好，这个剑练完了以后，仙人指路的时候，这个剑不要太高，要平放啊，哎，是这样式的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由岳鹏夫演练第一门扎。好，下面由岳鹏夫演练第一式刺。好，我给讲一下这个仙人指路进步的时候，眼要往前看，剑撅往前指，这个剑跟着剑撅走刺。好，剑不要太高，不要这样，平了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第二式金丝缠腕。好，演练金丝缠腕的时候，这个后左腿后撤，右腿要抬起来带上，哎，这金丝缠腕心指都完了以后，哎，再做一遍，身子往前倾。好，好，下面练第三式猛虎转身。哦，对，好，猛虎转身，对，猛虎转身，转身的时候剑往斜上方刺，从这个交心穿出，哎，好，来一遍。我不见得做啊，我说。好，好，下面做第四式，金鸡点头。好，这个金鸡点头练的时候，身子往前探，这样不可以啊，小前探，哎，好，好，下面做四五六连起来做，一个是云花盖顶，横蛇拦路，平地插花。好，这个横蛇晕花盖顶的时候，身子要铁板桥，身子尽量往后仰，这个剑从贴着自个儿身子过，
哎，横蛇拦路，蛇见过去，看他的进过。完了以后蹲下的时候，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要这样平地插花下去。这样呢，如果对方有障物打来的时候，如果这样趟不住，可以碰自己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下面再立言来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第八式，顺水推舟，一块做完了它。好，顺水推舟，平地插花，这个箭要从头上过，平地插花。这一过的时候，这个箭从头上过，啪，那就行。哎，这时候揉胯，推舟，顺势推舟。好，做一遍。收势，这是倒挂垂柳。好，倒挂垂柳的时候，这个箭不要这样架上，这样架上不行，这一定这个箭要离开，这样跟这个胳膊要离开。好，你再做一下收势。好，下面练第二门的第一式立劈花山。好，立劈花山要走出身法来，这个腿这样走的时候，身子往前一探，这底下往上一接，看吧，哎，啊，再做一遍，啊，一接。好，你走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白蛇吐信，宝剑入匣。好，白蛇吐信，宝剑入匣。白蛇吐信，剑要平，宝剑入匣，这个是这样的啊，宝剑入匣，走的时候剑撅，领着剑走，下来转身刺出去，剑要平，剑撅置于剑护手之间。你再反方向地做一遍。好，好，下面演练勾挂劈剑，猛虎腰头，金鸡点头。勾挂劈剑，猛虎腰头，金鸡点头。好，勾挂劈剑。勾挂劈剑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候，剑歇着用这个上面往下挂，看吧，哎，挂劈，回身，猛虎摇头的时候，腿蹬得要高，刺出去，金鸡点头的时候，
身子要往前倾，哎，啪，肩往下点，做一遍。好，这个踢的时候不要这样，要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好，下面演练这个二郎单山金翅单翅斗铃。好，进一点套完了以后，落步，这步枪头一落，剑往回收，往回打，哎，啪，刺出去，哎，这下这一落的时候收劲，哎，金鸡斗铃就是跟扣头剑是一样的，好。好，下面演练怀中抱月，古月出怀。怀中抱月的时候，走的时候一摆，这一扣，一扣的时候这个剑立下来，立下来，一大扣的时候身转，剑也转，啪，起来就行了。看着啊，一走，扣，抱起，窜的时候跳，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汪良策马，秀里藏花。好，汪良策马，秀里藏花的时候，这个要注意，哎，秀里藏花。是右腿上去，一定要到这个腋下，不要这样就完了。腋下，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好，下面演练海底捞月，顺水推舟。好，海底捞月的时候要注意，秀里藏花完了以后，秀里藏花，海底捞月从这地皮走，不要太高，啊，要顺着地皮，完了以后，顺水推舟的时候到上头以后，卷起来这个剑，顺水推舟，好，练一遍。好，好，下面演练高挂披剑，猛虎腰头，古树攀根，倒挂垂柳。高挂披剑，好，
挂披肩的时候，也是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，是个身子要探出去。猛虎摇头，看了，这跟水滴子一样，转身，这是一个看，也是一个八字，一个圈两个圈踢腿起来，完了以后背部坐盘，哎，转身倒挂垂柳，可以了，再做一遍。下面练白鹤亮翅和拨草寻蛇。好，这个白鹤亮翅，这个拨白鹤亮翅啊，阴剑走着走着以后，这个一定要把腰身走出来，哎。走着走着以后，一只一摆，这个剑在这儿了以后，身子从底下剑钻过去，扣步开。所谓第四门开，就是指这个说。拨草寻蛇呢，要轻灵，有意念。这一开完了以后，这脚可要轻点，要轻点。第二下的时候，一豁这个腿，这个腿要大扣，不要扣摆在这儿，不要点在这儿，要大扣，啪，走这儿来，回身，刺，哎，这个有一种意境。如果这种意境放在圈这个剑术里头，你这个剑就练得好了。比如说拨草寻蛇，这个剑子要走得轻灵，意念就是拿这个剑。拨草找蛇的时候，轻轻的，轻轻的时候，哎，突然这么一拨，看见这蛇了，啪，看见蛇了，吓一跳，一激灵，回身，啪一剑，要走出这种意境来，这个剑就练好了。再练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夜叉探海，顺步撩衣，金翅斗铃。好，夜叉探海，顺步撩衣，金翅斗铃的时候，身子拉的时候不要转太多，你看一转，你转到这儿来，这不可以，因为这个实战在实战当中，就是我这么一撩，对方一跑，唰一拉，就这么这意思。所以说你走的时候，撩完了以后，转的太多了，后背给人家了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再练一遍，有一种实战意念意。下面演练这个玉女穿梭，黄龙卧道，素翁放箭，还有扣脱箭。好。这个玉女穿梭拉完了以后，
跳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健康围着身子转，噌出去，要走出这个来，跳起来就要走出这个来，一拉，宣陈立，嚓跳出去，黄龙卧倒。手的时候，这个剑手晃龙卧倒，刺出去以后，唰，这面刺，哎，拧身，刺出去。好，再来一遍。下面演练，夜叉探海，顺步撩衣，右劈剑，反身，怀抱琵琶。好，夜叉探海，练的时候身子不要太直，一直。身子要尽量往前探，哎，顺步撩衣的时候，这剑走起来，右劈剑，剑要从这个头上过，反抱琵琶的时候，烫，哎，对，夜叉探海的时候有一种往前探的那种感觉，叫人家，哎，一看，哎，嗒，要探，哎，探的感觉，完了以后撩起来。顺步撩衣，右劈剑，撩，回身，再做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，顺势推舟，走马加鞭。好，顺势推舟，推出去以后，这个剑别这样去，要这样歇着去，这样你增加了你短平技的长度，哎，从这样推出去，走马加鞭拉回来的时候，啊，哟，腿抬起来以后一种躲人刺的感觉，哎，你看对于这。一走，往下身子这个剑往后探，啪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再演练一遍啊！好，下面演练，下面演练。天边挂月，古树盘根，倒挂垂柳。来，来，好，天边挂月。顺水推舟完了以后，哎，走马加鞭，走马加鞭这一走完了以后，乐步，身子往前探，往上走，上步，古树盘根，
哎，走的时候这要有力度，这个腿不能弯后头，这样不行。嗯，挺直了。从我的头到我的脚是一条直线，斜的直线。踏，哎，倒挂垂柳的时候，摆腿、扣步、撤步。再练一遍。好，下面练顺步撩衣，右劈剑，反劈花山，掰腕线果。好，顺步撩衣的时候，看看，顺步撩衣，这个剑是这样转起来，身子，哎，剑随身转，身走，右劈剑也是画这个大圈，哎，看了啊，左劈剑，这是右劈剑，白岩线果，哎，四个方向，一个角一个方向。好了，一剑，两剑，下头反劈花山，唰一剑，这剑就一灵，啪刺，做一遍。好，后头劈的这个角，反劈花山这个劈的不明显，看了啊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再做一遍。好，下面练金针入地，怪蟒缠腕。好，金针入地的时候，看吧，往下去，腿、身、下盘、中盘、上盘要合一，上步，这个剑最后翻起来，怪蟒缠腕，用这个劲儿拉它上盘。好，再连了一遍。好，下面勾挂连环剑，瞧你认真，跟扣脱剑。好，勾挂连环的时候走这个剑下去，这样转，这样转，上步，瞧你认真的时候，背部，踏，哎，刺出去。扣脱剑呢，就是一百步就完了，结束了。唰，扣脱剑，再走一下。
好，下面演踢路剑，云花盖顶，踢靴上殿，开始演练。踢路剑，做踢路剑的时候，先拉回来，背部，嗒。哎，三个，这三个剑做的时候，腿要尽量的伸直往后，要看剑，眼要看剑尖。完了以后，晕花盖顶的时候，上步，啪，顺便要走这样，哎，拿这个剑崩，转过来，踢靴上殿，哎。他这儿有个用法是说这样，你看你对面劈我来以后，劈高，你高着劈，看了，啪，啪，这崩你这儿，你的手一跑，这是用法。好，再练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横推八马，反劈华山。好，走这个横推八马的时候，踢靴上殿，完了以后。第一走的时候，啪，这身子这样，不要这样走，横推八马，看，啪，一扣，反劈华山，哎，往前探，好，再练一遍。这个反劈华山的时候，这个步，看走着走着，摆，扣，上步，啪，啊，再来一遍。摆，扣，劈，好。下面演练亲青六马，石沉大海，抽身换影。好，夜叉探海，完了以后反劈华山，完了以后一老步，看了吗？形成一个锁弓箭步，这个箭，啪，一横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啪，横，开始走步，七星六马，走到外圈对在先的时候，是狮身海一摆，一摆，跳，这箭往下压，这手往上起，一摆。一拉，抽身换影，劈下去，再来一遍。好，这个还是手没起来，跳的时候石沉大海，走走完了以后看了啊，摆，一摆。一拉，
哎，您那是走完了以后，手起来这个，再来一遍。好。下面演练：猛虎腰偷，腰身双抹。好。猛虎腰偷的时候，抽身换眼完了以后，猛虎腰偷也是走这个剑这样的。起来以后，从脚心穿出去，从这个脚心穿出去，腰身双抹的时候，柿子要这样，不要太高，啊，哎，这样，完了以后轻点，来腰身双抹试试，再来一遍。好，下面演练：青龙翻身，黄龙过道。好，青龙转身，黄龙过道，接上势，是这样的。好的，是猛虎腰偷，腰身双抹，腰身双抹，接腰身双抹，这个右脚一摆，左脚大扣步，身子从这个胳膊底下钻过去，啊，下来黄龙过道，这叫青龙翻身，黄龙过道，坐下去，刚才你没有坐下去，来，把它坐下去，哎，好。再演来面，好，下面演练弯弓射雁，反劈花山，春佛杨柳，怪蟒缠腕，定势归远。好，完了以后，弯弓射雁。弯弓射雁的时候，这样这样，箭崩，啪，啪一崩啊，走这个姿势，啪一崩，完了以后反劈花山。哎，春佛杨柳，这不是春佛杨柳，春佛杨柳。怪蟒缠腕，嗯，定势归元。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春佛杨柳。为什么进退又进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咱练武术有一个规矩，从哪儿起势，回到哪儿。如果好比说我在这儿起的势。该我练这个的时候不到那儿怎么办，就可以连着上，这是春风杨柳。比如说我在这儿起的势，我现在练到这儿了，我可以退着练收势就可以了，这主要是这个作用。再做一遍，
这个弯时候还有一个步骤，弯弓射箭的时候，这个箭这个太高了，是这样一走的时候，叭叭这样崩的，崩箭尖，对，哎，好，再做一遍，这个。以上八卦连环箭演练完了。好，下面我讲几下八卦连环箭的用法。哎，第一次，好，上来。我这箭在我在前面的时候，对方刺我的肩，我一挂，来，打弹出去，就是一挂。哎，这箭是很好用。这个三点二呢，它第一式里就平地插花完了以后，它刺过去了，叭一压，砰退出去。这是第一箭。第二箭，勾挂劈箭，它刺我的时候，我一拖，我的腿一躲，叭一拉它腕子，拉腕子，好。下面练一下第三门的抱，这抱它刺我中盘，我一摆扣步，抱转圈，它这个箭圈完了，拿点把这个箭尖风躲过去，我抬腿，但是我的箭尖你看来一下正对着它一窜刺，哎，这叫抱。好，下面演练一下这个怪蟒金针入地跟怪蟒缠腕的用法。好，刺我的腿，我一抬一下金针入地，这叫一老步一上怪蟒缠腕，一刺完了以后，哎，它的用法。好，下面有巧女认真勾挂连环，巧女认真的用法也是这样刺中盘，看吧，这个箭我是刚才是往金针入地在这面下去的，这次箭是往这边下，啊，这个头一次是这样下的，头一次是怪蟒缠腕是这样，这一次是这样，看吧，哎，勾挂连环往下刺啊，瞧你认真，这叫勾挂连环，哎，上背部刺人跑车，这样啊。下面讲一讲那个晕花盖顶、踢靴上殿跟横推八马的用法，这三个是连着的。好，踢撸箭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对方那边来劈我来了，我呢这晕花盖顶，他一走，哎，我踢靴上殿，哎，跟着就横推八马，这个用法实际是连贯，最好的就是一打顺着一踢，
了。